大客车在高速公路故障或有紧急状况时，应先开启黄色警示灯，再将车辆停靠路肩。乘客配合领队指挥，均应下车疏散到安全处所。同时，驾驶应于车后50到100公尺处树立故障标志，警示后方来车，并利用路边紧急电话或拨打0800-008-456，请求救援服务。交通部提醒您。